油，白肉鱼给铺在上面，这鱼上面给它摆上有炸好的蒜头、生姜、葱段、金针、香菇片，刚才调好的汁均匀的浇在上面。现在我们把猪网油包过去，这是我自己的做法，做过试验，这样做出来的鱼不但鲜还特别的香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水烧开，把这鱼放进去，上气后隔水炖30分钟，这样才会入味。时间到，把这个网油给慢慢给它掀起来，葱姜给它剪出来，把这个汁给它淋到上面来。哇，真的又嫩又香。